台中捷运砍人案，洪姓嫌犯5月22号晚间11点多，法院裁定羁押，目前锁定他单独犯案，没有串证之余，家人依然可以探望。精神状况来讲不算稳定，那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骚动，不是很配合我们所里面的一个新收的作为这样子。看守所第一晚，洪姓嫌犯没睡好，狱方表示他不配合生活作息，情绪低落，没有食欲，身上有伤，若有需要会安排医生。5月23号三餐也出炉，早上是稀饭配脆瓜以及布拉提粥，中午则是南瓜米粉跟牛奶红豆汤。每天会有安排一个小时的那个运动时间，除非有重大的传染疾病，或是说他有伤害他人之余，我们才会给他安排在单人设防。洪姓嫌犯本身是南部人，会选择专程北上台中犯案，有几个疑点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包括女友家属在高雄捷运相关单位上班，怕出事后不好交代。另外，从他的个人社群中有分享过霸韩贴文，因此推测他可能选择蓝营执政县市犯案，还有关注废死议题。至于真正的作案动机，检警表示会进一步追查厘清。TVBS 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